过去一年来，我想在今天我们年终检讨会上，我也讲了我们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干部，大家一年的辛劳，让我们世界日报纽约社在今年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我想在不管是在北美或者是在整个报系的集团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这个王董事长特别提到，企业的转型跟同仁的转型。那我想在这边，我们也是一直希望说，因应未来的需要，我们每一个同仁都能够跟着报社的脚步，逐步往未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今年在这里，我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事情，这第一件事情是感谢大家。纽约社是北美世界日报各社当中，在过去这一年不算特别好的一年当中，唯一一个社能够在各个方面都有些成长，总体的成绩也比去年都进步的报社，所以特别谢谢所有的同仁的这个努力。第二个，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来表达这个对我们世界日报创报的马副董事长表达追思的意思。这马副董在多年的时间里面带领我们，这我觉得对他表达感念、尊敬。我们世界日报纽约社啊，今年的表现啊相当不错。记得在去年我们年终聚餐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我说未来的一年，美国的经济啊绝对是不景气的，但是凭着我们世界日报同仁30多年的经验以及同仁们的毅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万难啊来度过这个危机。不错，今天我们纽约社的同仁啊交出了一个可以让王董事长接受的成绩单。